来吃龙首园六元超大一个的七拼菜盒，专门跑到龙首园来吃这家。咦，你这菜盒咋卖了？啊，咱这菜盒6块钱一个。6块钱可以随便拼不？可以。你们这儿喜欢吃的菜？你们这儿有几个菜呀？我们这儿有7个菜呀。7个，那给我7个都拼上吧。好的。有茴香的，土豆丝的，泡菜，茄子，那边还有西葫芦丝的。阿姨做的还是无油菜盒，别人都是两个口味拼起来，阿姨说第一次有人要七拼菜盒。来点茄子泡菜，菜芽豆皮。茴香你也爱吃啊？都爱吃，我不挑食。茴香土豆丝萝卜丝。你这应该是七拼，我都没做过七拼。你没做过七拼，你这是第一个，挑战一下。哇，我们是菜盒 plus。 阿姨还免费给我们尝了她自己熬的稀饭，好喝好解暑。好像有的人饭量小就吃一下七拼。6元好大一个的七拼菜盒。